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呢要来送他妈妈的生日礼物，先把自己整理好，再见他妈妈房间通通整理好。终于了解自由，不是都是心碎了后才懂，是安静的时候，是没有人守候，也不需要任何人在身等候。我终于了解你，我是最美丽的擦肩而过。我已经整理完了，睡觉等到下午4:55回来吧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 吹蜡烛，吹蜡烛，来吹。没有蜡烛吧？许下三个愿望。阿姐，再给我一次愿望。OK 啊 ，OK 啊。哈哈哈哈哈。把第一个和第二个愿望讲出来。第一个，明年要出去玩。哎，爸要飞车。OK。三个心里，心里话。好，再。接下来，又发现到一件事，我们早上不是整理的，现在又变成这样。扣扣。想想那个是谁做的？我们三个。那我们今天到这，祝生日快乐。